阿拉斯加皇帝蟹沙律在高级的餐厅吃得到，但是只是给不多的蟹肉，价钱又不便宜，自己做多多蟹肉吃得畅快。阿拉斯加皇帝蟹肉质丰厚，味道香甜鲜嫩，拌以生菜、车厘茄、洛梨，加埋个鱼露、青柠、沙律酱汁，超美味爽口，好好食，是豪华版的沙律菜式。首先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，分享、点赞和按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下期美食视频。材料有冰鲜阿拉斯加皇帝蟹脚、生菜、洛梨、车厘茄、葡萄、小红萝卜、沙律酱汁材料，详情请看视频下方的 info box。 阿拉斯加皇帝蟹脚完全解冰了之后呢，就放在已经烧开的蒸锅里面，加盖蒸它7分钟，放凉了之后呢，就用厨房铰剪剪开两边的蟹壳，就剥出呢一个嘅蟹肉，将其中两条嘅蟹脚就切成细粒，有三条咧就系圆条咁样上嘅。处理我哋嘅 romaine heart 啦，咁我哋咧就摆喺个食用砧板啦吓，有颜色嘅砧板就系食用砧板嚟，切成寸领嘅一个段，用清水咧嚟将嗰个嘅 romaine heart 咧个生菜咧就系冲洗一下啦，去打散一下。就放在一个咧沙律搅动器啦吓，倒佢落去啦吓，水分咧系全部咧系搅出嚟嘅，即系佢用离心力咧系将水分系揈出嚟，都系几十秒啦吓，咁你就睇下佢够唔够干身啦，就系揈到佢好干身噶啦。处理我哋嘅阿宝卡度啦，个落嚟就揾刀啦。就将佢开咗佢啦，够熟咧，佢好容易就开到出嚟嘅。然后咧，吓嗱，咁就攞咗个核出嚟，用一把细刀咧，就将佢切成片啦。咁个片咧都系四分一寸到啦，咁阔啦。揾一个嘅匙羹，咁就可以将佢攞出嚟噶啦。两旁咧吓，沿住嗰个落嚟嘅边咧。是刮一刮它先，那么整个可以拿出来。提子啊、车厘茄啊，咁同埋咧少少嘅红萝卜咧，就冲一冲洗它，然后停干水分啊，5分钟、10分钟，刮一啲嘅青柠嘅皮落去。四分一茶匙的皮啊，吓咁都够噶啦。将青柠一开为二，将一边的青柠插在柠檬汁器具里边，榨压出青柠汁。就咁一般的黄色的柠檬都得嘅，吓，但我就比较喜欢青柠嗰个味道。嗱，俾大家睇下，咁我哋就有好多的柠檬汁啦，倒落个碗度啦。呢度有成汤匙啊。加入两汤匙的三蟹排鱼露啦，吓佢系比较鲜味的鱼露嚟嘅。加入2/3汤匙的白砂糖，搅拌均匀，至糖溶解在沙律的汁中。好香啊！如果喜欢咧，其实你加任何的沙律酱汁都得噶 ，ranch 啊。Italian 啊，千岛汁啊 ，Dawson Island 啊，都是可以的，但我就喜欢这一个汁，咸味有甜味有酸味，好香的一个沙律酱汁，是冇得输的，这个沙律酱汁好正的。Carrot 呢就是很简单，我们就是斜切，是切成薄片。咁咧茄咧，我就将它一开为二。将个头咧系攞走佢嘅吓，呢个圆嘅咧又好大个咧，咁我哋就将佢一开为四啦。提子我哋就唔切啦，好，咁我哋做晒翻嚟再讲啦。切好晒啦，可以去拌呢个沙律。就将我哋所有生菜就放咗喺个沙律盘嗰度啦，放入我哋嘅车厘茄、菩提子。啊，落晒落去啦！哇，好靓啊 ！Carrot，
少少嘅沙律醬啊，咁我唔落多啊，寧可咧唔夠咧，我哋再加。佢係呢一個嘅湯匙嘅三湯匙嚇，一間唔夠咧，咁啲人可以再加啦。碎嘅阿拉斯加大蟹肉啦、啊，呢三條我哋就放喺呢一個嘅盤度啦。哇，幸福！你就落少少嘅橄榄油啦，大概系一汤匙。加入我哋嘅落梨片喺旁边，如果中意咧，可以落一啲嘅九层塔碎 basil。阿拉斯加皇帝蟹沙律做好咗啦，自己做蟹肉多，食得好开心。这个沙律嘅配搭太好食啦，系非常之高级嘅美食，唔能够错过啊！小厨 Sandy 推介各地美食烹调。记得订阅啦！